来，快点给锅吧。啊，你自己放着呢。看乐乐的衣裳，端了。嗯。趁个叫他七分裤来，七分裤来。我看见这个了，我都给他穿上了。张狗了。哎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等会儿吧，妈妈给你穿围兜了。那菜也不要跟米在一块儿放。嗯，就放这儿。你放这儿。就放这儿。你放这儿。够了，够了。够了。嗯。这裤子短的，你看往那一坐，到膝盖了。你吃这边面包。出来玩来了，来公园玩一圈。来公园也不放过玩土，咱们去那边玩一玩好吗？咱们去其他的地方玩一下好吗？看看有其他的小朋友，咱们可以去找他们玩一下。乐乐也想去尝试一下，乐乐也想上去了。好了，那你去吧，我扶着你来。来，你的脚上去吧，妈妈扶着你。让姐姐先去，小妹妹啊，没事，你她不是，你先去，妹妹先去，啊，没事，你先去，先去吧。好了，你再可以去了，姐姐先过，姐姐比你快。啊，要坐这里啊？这里不是坐的，你要站起来，来这儿，你不玩了就来这里。好，手扶着前面那一个。对，再往前走吧，慢一点啊。看我的爆炸脸，不能动太大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还没买完呢，还没买完。现在已经从外面回来了，你发烧了吗？没有。想测体温了。嗯，他自己拿这个整个拿掉了。你今天又给他买了一个东西，他要玩具了，没给他买玩具，买了一个零食小馒头。你发现没有？嗯，乐乐现在眼袋比咱俩还要严重。对，他就是有，因为咱俩的眼袋就比较严重，我的眼袋比较严重。对，他们说这个好像就是脾胃不好。不知道，我的眼袋都一直都比较严重。乐乐，就看看来。你去让爸爸看一看。就看看你，就看你这眼下边。看看你的眼睛。这是吧？嗯。就是眼下边比较黑。对。哦呦，咱们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吧。就是有。是吧？嗯。因为。带他去医院看一看呗。这个得检查，这啥啥？应该是外科、内科。应该是耳包科吧？对，儿科。对。伢们也说是有人说是消化不良，就是积食那种。脾胃不好，好像都是消化不好，然后都是积食，积食严重了都会发烧，上断食也对，然后一直这个没有去给他开过的，对，然后最近我也见有网友说了，说咱来去看看吧，就有朋友说，那，小妹妹，交给你拿吧嘞。今天晚上焖面，焖面，对，焖面。好吃呗。我们俩人做了一个决定，决定带乐乐去医院看一看。嗯，看一看，看你是不是就是消化不好。嗯，看人家医生怎么说，是建议吃饭还是喝奶。啊，有经验的网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。可以。嗯。吃吧。可能要饮食可能要改变一下。嗯。明天去。看看娜姐有好。嗯，预约是吧？嗯。娜姐有好，娜姐去。好。去医院好吗？好。给你检查一下。